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、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，叫干尼干尼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好，蛮快速吧嘞，谢谢啊。好啦，你帮他讲啊。来，水果你要代替哦，代替咱嘞，我没说。不好意思哈，我妈妈较袂晓讲话，阿姨是旧年诶。
楼主。啊，今年吼，新的一年，猪年行大运，啊，祝大家顺心如意、安康，啊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吼，招牌进步。啊，较歹势，啊，多谢，多谢大家支持，感恩哦，谢谢。啊，望大家再来继续支持，身体强，多谢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的一年。猪年行大运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啊，会当顺心，一帆风顺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多谢，来，谢谢，多谢大家支持，请这恭感恩，来，啊，今麦过来邀请到咱的头家啊，吼。我看到我们摄影师那个几个字，我都觉得蛮吸引我的。怎么了？不搭死必逼嘛。辣丝、欸。你过来，我看，因为他不是太阳组，你帮我念一下。下面那个、欸、看不到，吴大师比比。哦，对对，好听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、哦、啊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啊、哦，吴大师。他的太太叫比比哎，吴大师比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比比。喂，你们在干嘛？在笑？好了，我讲错吗？没有，我们的黄代表那边好像。不要误导朋友。喂，啊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一讲他们都在笑？因为我是太阳组，我听得懂你在讲的是。吴大师 BB， 为何一直在笑呢？什么意思啦？来，解释。我刚不是讲吗？他姓吴叫大师，他老婆叫 BB，、哎、大师，他老婆叫 BB。好啦，都在笑，跟不是这一定有典故。哎，那这个跟那个。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啊，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，就是。陈建明，他解释对不对？好了。他这样讲对吗？五大石 BB 啊 ，Yeah，That's right。好了吗？谢谢非常有名的格乐宝乐团，为带来五大石 BB，OK， 掌声要不鼓励鼓励。你给我记住，笑得这么开心，我都不敢讲，你敢讲，你给我记住。不能讲哦，不然你坦白，我们研究比较坦白。坦白什么？啊，讲实话。什么实话？你就别再问了嘛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。哼，笑你两毛没放。来。那我问一下哈，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，那个台语“超级白”怎么翻？大家跟努比比说。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大家跟努比比说。大家跟努比比说。对，好，蛮好意思吧？来，谢谢哈。
像初次相遇爱，听到你的一声微笑，我的泪忍不住掉下来。经过多少失败，经过多少等待，告诉自己要忍耐，早就深深我心疼你爱，你爱将与我同在，怎么是相信爱我心国小，我爱国小，我念一遍哈，你要听清楚。好，台中市和平区，哎，博爱里，你是博爱里的什么部落？什么？松鹤部落。松鹤部落，很多五叶松，很多鹤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很多五叶松，还有很多鹤，不是鹤吗？五叶松哦，那你哪一组？泰雅族和泰鲁格族。哦，你有泰鲁格族血统，你的爸。爸爸是哪一组？爸爸是泰雅族，妈妈是泰鲁格。妈妈是哪边的德鲁古？花莲啊。花莲秀林乡还是万荣乡？秀林乡。秀林乡什么村？嘉湾村。哎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讲一次。孙少军。孙少军。那个很少的少吗？是少是
那个很难的，真的很难。一个召唤兽，那个召唤的一个刀在一个口，在一个啵啵啵啵的汁。哦，介绍的兽吗？不是。不是，那你是不是你们部落里面最帅的、啊？是吗？爸爸是哪边的打样？这边博爱里。博爱里的哈，台中，台中市和平区博爱里。Yes。那妈妈是花莲万秀林乡景美村嘉湾部落哈。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那个，你天生这么活泼吗？没错。好。来，那个妈妈怎么讲？妈妈，哎，怎么念啦？越来越近。鼻子，别动鼻子哦。不要动，你的五官很好看，不要动。鼻子怎么讲？鼻子叫做鼻子。不会哈，嘴巴。口啊。不要动，嘴巴，牙齿。何谓牙齿？哦。那下次要给我录唱歌哈，跟跳舞啊。下次要给我录唱歌跟跳舞练一下。好，我绝对会帮你给你记得。我们是世代的活力家。
Thank you.